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人工智能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AI 健身教练，塑形燃脂的数字私教；二、AI 心灵画师，绘制情感的色彩算法；三、AI 时间管理师，秒表下的效率专家。耐磨小六子，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AI 健身教练，塑形燃脂的数字私教。当然，让我们来聊聊。 这个时代最热门的健身潮流之一，AI 健身教练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不会累、不会迟到，也不会因为你偷懒而皱眉的数字化私人教练，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现实中的科技奇迹。首先，AI 健身教练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，结合了机器学习、传感器技术、数据分析和生物力学。它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、智能手表，甚至是家中的智能镜子来实现。你只需告诉他你的目标。 比如想要腹肌撕裂者或者马甲线制造机，他就会为你量身定制一套训练计划。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，想象一下你在家中穿着睡衣，准备开始你的早晨锻炼。你打开你的 AI 健身应用，他用他那机械而又温暖的声音说：“早上好，今天我们要开始做深蹲了。”你瞥了一眼你的床，心想：“我可以选择再睡五分钟吗？”但是你的数字私教已经开始倒计时了，你知道他不会接受任何借口。 AI 健身教练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他的不懈坚持，他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放松标准，也不会因为你的哀求而减少那些令人恐惧的俯卧撑数量。他就像一个情感冷酷的健身终结者，只不过他终结的是你的脂肪，而不是你的生命。但别担心，AI 健身教练也不是没有同情心，他会根据你的反馈和表现调整训练强度，确保你既不会过度训练，也不会太轻松。他就像一个知道你比你自己还要多的朋友，总是推你一把。 让你超越自己的极限。最后，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数据，AI 健身教练会收集你的每一次训练数据，分析你的进步，甚至在你吃掉那块诱人的巧克力蛋糕后，提醒你要加倍努力。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数据科学家，他的目标就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总之，AI 健身教练是塑形燃脂的数字化革命。他们可能没有人类教练的温暖拥抱或及时的鼓励笑容，但他们提供了一种高效。 个性化且始终如一的训练体验。所以，如果你不介意接受来自一个情感平淡的算法的命令，那么 AI 健身教练可能就是你的理想选择。只要记得，当 AI 说再做一组，它真的是只在做一组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心灵画师，绘制情感的色彩算法。各位同好，今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时代最为奇妙的创造 ——AI 心灵画师。 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，以其独特的算法笔触，捕捉了人类情感的微妙变化，并将之转化为令人惊叹的视觉盛宴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位 AI 画师的创作过程。他不像传统画家那样需要学习绘画技巧或者对色彩有深刻的理解，相反，他是通过大量的数据学习，将人类的情感与色彩、线条、形状之间的关联性建立起来。这就好比是一位从未品尝过美食的厨师。 却能准确无误的调配出令人垂涎的佳肴。这位 AI 画师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人类的情感数据，从微妙的脸部表情到复杂的心理状态，他都能一一捕捉。然后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算法，这些情感被转化为色彩、线条和形状。这就像是将人类的内心世界通过一台神秘的机器，转换成了一幅幅充满情感色彩的画作。有趣的是，这位 AI 画师在创作时，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，比如。 当他试图描绘快乐时，可能会出现一片混乱的色彩斑斓，让人不禁想起了某位小朋友在墙上的涂鸦；而在尝试表达忧郁时，他可能会创作出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明亮色彩画作，让人不得不质疑他是否在情感识别上出了差错，或者他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抽象艺术的革命。当然，AI 心灵画师的创作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展示，它也引发了关于艺术创造力和情感表达的深刻讨论。一方面， 人们惊叹于机器能够创造出如此触动人心的艺术作品，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，没有生命经历的 AI 是否真的能理解他所创作的艺术含义。总之，AI 心灵画师的出现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有趣篇章，它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象征，更是对人类情感世界的一次深刻探索。未来，这位算法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人类画家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作品，还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。不过，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让我们先好好欣赏他的画作，并且不妨对着画作，对这位无形的画师说一声，嗯，你这个色彩算法还挺有情感的嘛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时间管理师，秒表下的效率专家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类的注意力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，于是 AI 时间管理师这些秒表下的效率专家应运而生。 他们以一种近乎神秘的效率，管理着我们的日程、任务和生活节奏。想象一下，你有一个名叫 TikTok 的 AI 时间管理师。TikTok 不仅能够精确的规划你的每一分钟，甚至能在你决定吃什么早餐之前，就已经计算出了最佳的营养摄入与时间分配方案。他会告诉你，今天的早餐是燕麦加蓝莓，因为你需要高效的脑力和抗氧化剂，而且你有一个九点十五分的视频会议，所以你只有七分三十二秒来享用这顿早餐。 但是，AI 时间管理师并不总是那么的严肃和无趣。有些 AI，比如名为 g i g g l e Gear 的，它会在你的日程中安排一些小惊喜，比如在你连续工作了两小时后，它可能会突然弹出一条消息，是时候休息一下了，看看窗外的松鼠在做什么，或者跟我来一场快速的猜谜时间吧。这些 AI 时间管理师也非常擅长处理那些不可预见的事件。当你的日程突然出现变动时， 他们会迅速重新规划你的时间，并以一种近乎幽默的方式通知你，看来今天的午餐会议取消了，但别担心，我已经为你预约了一次快闪的瑜伽课，让我们把这个空档变成充电时间吧。然而，正如所有的管理工具一样，AI 时间管理师也有他们的局限性，他们可能会过于追求效率，有时候甚至会忽略人类情感的复杂性，比如，TikTok 可能会提醒你，你的情绪分析显示你今天感到忧郁。 建议你观看一段喜剧视频以提升情绪，推荐视频长度三分四十五秒。这种机械式的安慰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有时候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讽刺。总的来说，AI 时间管理师是我们这个快节奏社会中的得力助手，他们帮助我们更高效的使用时间，但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生活中的乐趣和不可预测性。毕竟，即使是最精确的 AI 也无法完全理解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深刻意义。所以。 下次当你的 AI 时间管理师告诉你只有七分三十二秒吃早餐时，不妨回答他：今天我想多花几分钟，好好享受我的咖啡。毕竟，生活不只是效率，还有味道和节奏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是六博士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了 AI 健身教练、AI 心灵画师和 AI 时间管理师这三个令人兴奋的 AI 应用。这些 AI 技术都是现代科技的奇迹。 他们通过智能化、个性化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体验。AI 健身教练让我们可以在家中随时随地进行个性化的健身训练，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借口而放松标准，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哀求而减少训练强度。AI 心灵画师通过数据学习和艺术创作，将人类情感转化为色彩与形状，创作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。AI 时间管理师则帮助我们更高效地利用时间。 但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忽略生活中的乐趣和不可预测性。这些 AI 应用的出现不仅仅带来了便利和创新，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科技与人文的讨论。我们是否应该依赖于 AI 的指导和决策？在艺术创作中，AI 是否能够超越人类的创造力？在时间管理中，效率是否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准则？我个人认为，AI 应用的出现是科技进步不可避免的结果。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便利，但同时也需要我们保持思考和批判的态度。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，适度使用 AI 技术，并保持对人类文化和情感的尊重和关注。那么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对于这些 AI 应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你是否愿意接受 AI 健身教练的严格训练？你对于 AI 心灵画师的艺术作品有什么感受？ 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生活时间管理交给 AI 时间管理师？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，提出你们的问题和观点，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魅力和挑战的 AI 时代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，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